上来给我拿水，上来！都怪你，跑这个鬼地方！有我在，不怕！被困在沙漠中的一群人没想到，他们中的这个小日子居然是个变态。在吃完了鲜活的蜥蜴刺身以后，他又掏出了口袋里的手枪，一时间所有人都成了他的储备粮。为了能吃到劲道的鲜肉，男人先给大刺花来了个过肩摔，接着又威胁窝囊废男友泰迪，让其亲自动手解决大刺花，只因他看不惯泰迪做舔狗卑微的样子。你看，我最讨厌的人就是你，大庭广众拉我，无缘无故就打我，你打我是什么？我是个男人，男人。然而即使到了这个地步，泰迪却依旧不敢真的动手，男人急得直接把他拽了过去。看着黑洞洞的枪管，泰迪终于彻底的崩溃了。是